好，欢迎回到老总开讲。我们刚刚看到民众的一些心声哦，现在面对很多的状况，包括了像是美牛案啦、政府税啦，还有现在欧债危机啦。民众到底对于我们的经济前景该要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哦？像包括买股票啦，都会觉得很忐忑不安，该怎么办？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说回来，我们对我们的政府哈，我们一直希望说我们大家对政府要有信心，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更应该去要求我们的政府做一些事。我常常觉得政治人物常常讲太多高调，像比如说在说改革两个字，我一直很好奇，台湾到底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改革？其实我们从头到尾需要只是去做一些法令的修正补强而已。其实台湾整个民主基础大备，第二个我们的经济整个规范已经差不多了。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去期待一个更英明的政府出来说大破大立的改革，我觉得那都没有必要，而且完全没有需要。那回过头来说，我们现在政府确实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是我一直要说的是，我们的这些政治人物说实在非常不专业。像我们现在在棚里做现场 live， 你看我们每个同事都非常专业的做好各自扮演的角色，而且还不断的精进各种技术。那回过头来，我们的政治人物到底有没有这样做？我一直是打非常大的问号。我们政治人物一个最基本的要会讲话，有时候讲话都讲不好。好，像刚刚那个宜兰的王先生就说得非常好，这个是语言逻辑的问题。今天你不买不吃总可以吧？你这句话在讲什么呢？你我民众听了到底会有什么想法？所以会非常清楚对你的失望，对你的反弹。我觉得很多时候，像马总统有一次在就在国外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现在我不应该再去做好讨好选民的事，我要带着钢盔向前冲。哇，我一听我心里就想，你之前是骗我吗？不是吗？之前没有带着钢盔，你都是在做讨好选民的事吗？所以我觉得这些说法哈，真的是，所以我现在我自己真心的给马总统一个建议，他真的是少说话，好，回到府里好好办公，脑筋清楚一点，想好更好的方式去做好他现在执政的事情。那究竟这个更好的方式是什么？我也看到说，像是行政院长陈忠，他有提出说，像是所谓扩大公共建设，这是不是一个我们现在的基本上的经济财政方向之前都已经偏离了轨道了？那我们大方向到底该要怎么样做？政府现在是该做的？对，其实陈忠今天提出来的这个主要的想法，最重要的是在面对欧债危机。我觉得欧债危机就是跟2008年的那个全球金融海啸是完全一样。这个时候哈，所谓面对通缩的时代，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投钱出来。好，所以他必须扩大公共支出，所以要扩大一些基础建设，创造大家就业的机会，创造整个经济的流动性。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因为我觉得在台湾这么小的一个经济体，它在面对全球可见的危机情况下，它必须要做好一些设想。而我觉得扩大公共支出，扩大投资建设，就是在 GDP 的三只脚里面一个投资这样一个部分去强化，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思考。好，我们现在接您的call in电话，台北的邓先生。你好。嘿，邓先生你好。我认为是嘛，马政府啊，改革是有必要的啦。啊，改革的同时呢，你务必什么要什么，要么要顾好内需，你才叫改革。等改革的同时嘛，成熟了之后啊。第二点呢，你务必什么叫什么，注意到什么国际那种事吗？像欧债危机嘛哈，对不对？政府哈，不应该鼓励什么老百姓投资国家的一些什么股市之类的嘛哈。好，谢谢邓先生哦。改革是其实还是非常必要，只是重点是要该怎么改。好，来接下一通的桃园的刘小姐，刘小姐请说。好，刘小姐在线上吗？好，我们就来简单回应一下啦。就刚刚其实总编也讲到一半。好，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有很多事情该做，那我们就最后来，我们来简单的来结尾一下，到底我们应该要如何才可以让政府的经济前景大好？大家都是股市赚钱啦，投资赚钱啦，大家不都日子很好过？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好像感觉吃力不讨好？是，其实。马总统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油电双涨，
这个问题很清楚，其实只是让油电价格回归市场机制，好，这是一个。只不过没有想到说，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哎，油价拼命向下跌，啊，回过头来又被骂个半死。再回过头来，美牛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说了非常多。正所税它牵涉到所谓的租税公平的事情，其实正所税应该可以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有非常多人提出正交税的加征，好。有一些想法，事实上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现在只不过压缩在太短的时间里面，因为怕把时间拉长之后对股市冲击影响又太大。我觉得现在这些事情都是本来都应该做的，好，永远也没有最好时机，我都同意，只不过执政的技巧应该可以更好一点。那至于对台湾总体经济来说，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冲击，而不在于说台湾个别这个经济体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70%的 GDP 成长是靠外贸，所以这个外贸的部分只要一出现风吹草动，台湾的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刚刚提过了，陈冲如果在因应欧债危机，如果真的爆发那么大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只能做好我们一些内需的一些提振，然后再做一些经济的投资。好，我们今天谢谢总编的为我们分析了，其实包括您说的这个内需的这个提振是相当重要的关键，而同时因应大环境哦，这政府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伤脑筋，民众呢其实也可以来更多加了解一下经济的这个发展状况，应该是要怎么样是对自己好也对国家好。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带您关心的是哦，由于现在的这个中南部豪雨的关系，我们持续要带您来关注南投芦山公寮土石是有发生坍塌的状况，三名工人遭到活埋了，造成了两人死亡，而刚抢通的公路再度塌方，导致交通中断，甚至连采访团呢其实也受困了。好，我们的详细状况赶快连线给记者卢玲莹。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大雨不断的在南投县仁爱乡一直在下。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在平山部落附近的一个山坡道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量的雨水从山坡上面不断的冲刷下来，随着这个泥土和水啊，这已经是成了一个泥土大瀑布的，而且呢，这个大量的土石随着雨水冲刷下来，就这样子堆积在道路上面，再延伸到这个峭壁之下，看起来是非常的危险。而且呢，就像观众你们可以看到的，目前这个路段是没有办法通车的。而且就在刚刚呢，我们的采访团队跟着救难人员到这个山上小公寮，被土石流掩埋的小公寮，造成两死一伤的这个意外现场，目前我们的采访团队是没有办法下山的，就受困在这个部落这边，我们正在等待有关人员进一步的来抢通。以上是现场最新的情形，把镜头交还给彭内。好，我们看到我现在的雨势关系呢，还有整个状况，整个采访团队也都受困了。稍后最新情形随时带您来关心，而持续带您还要来关注的是，这是非常惊险的状况。在今天凌晨，一艘从高雄横渡台湾海峡要回厦门港的中国籍帆船“风和水号”在经过七美海域的时候，因为风浪太大，结果发电机又突然故障，这船舱大量进水，没有办法排水不及哦，结果是整个沉没了。而澎湖海巡队巡防艇也及时前往救援，整个状况连线交给记者刘应璇。好，主播，我们可以看到这风和浪哦是非常的大，那凶猛的海浪呢是不断的把落水的船员哦越推越远，眼看呢一度就要支持不下去，场面相当的惊险哦。幸好几个人最后呢还是奋力的一起团结的游回救难船旁边哦，是顺利的获救。那在今天凌晨呢，这艘从高雄回厦门港的中国籍帆船，因为发电机故障，船舱大量的进水哦，来不及排水之下，这艘船呢就从船头开始沉没，接着就整个灭顶。幸好呢，澎湖海巡队巡防艇哦及时伸出援手哦，救出这六名落海的船员。那我们来听听现场的访问。进水哈，所以那时候的感觉是有一些惊慌吗？还是说你们还是蛮镇定的？还好，非常镇定。主要是青蛙效应，慢慢加开水，加。没开始没有觉得有那么严重。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名船员呢获救之后还算镇定，他们也赶紧换下湿哒哒的衣服以免受凉。那这六名成员呢目前已经被护送回马公，我们将现场交还给主播。
好，谢谢应璇。我们看到有六名船员落海，幸好是平安获救了。不过我们也看到啊，这几天的这个可以说天气非常的不稳定，尤其中南部目前的山区的豪雨让大家非常的担心，也提醒在山区的民众要特别注意，更要提醒您哦，在溪边哦是千万不要靠近来戏水了。